家邻居有匹马。早上好，我是林，欢迎回来看我的 vlog。 我现在在 Progreso 墨西哥，现在是早上7:40，我打算去附近的超市逛逛，我的那两个同学都还在睡觉。墨西哥早上，哎，这边它其实说下午要到31度，但早上23度的时候气温其实刚刚好。我打算去超市里面买一下，看有没有鸡蛋或者牛奶。是他们的坟墓吗？感觉一个个都好可爱，很像那个在 Coco 电影里面看到的。哇，一个个小房子还是5颜6色。我买完啦！这边的那个比较大的一个超市里面吧，它只有饮料、汽水什么的。就是你在这边，你要是想买可口可乐或者雪碧，非常的方便。你想买酒都已经非常的方便。但是如果说你说你想买喝一个像样一点的，美式早餐的东西就会比较困难。就是他们没有牛奶，他们也没有豆奶。然后，唯一我能买到的就是3瓶酸奶和9个鸡蛋。然后我现在回去吧，也许我们早餐我们就得在外面吃。There you go. It's good with that. It's good with that? Okay, I'll try. A little piece? Mm-hmm. It's really good. Okay. Ça va? Ça va? We have plenty of friends. One here. The other one is over there. For me, I'm a mouse.I have sunburn. So do you. Really? I do it. But look. Oh, shit.我把我的防晒霜真的是到处都涂了，手上涂了，背上涂了，肩上涂了，脖子上涂了，脸上涂了，但是我把胸口给忘掉了，所以现在变成这样。啊！Go Melissa. That would be besides, I didn't need water. It's nice machine. Thank you.